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四面山位于重庆江津区南部，集山水林于一身，融幽险雄为一体，自然景观独特，生态环境优美，旅游资源丰富，是休闲度假的旅游目的地，荣获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。四面山海拔最高为1709.4米，森林覆盖率高达96%，是地球北纬28度线上仅存的面积最大、保护最完好的亚热带原始常绿阔叶林带，有梭罗、红豆杉、猕猴等珍稀动植物3700多种，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高达2.9万个，被联合国生态学会专家誉为天然物种基因库，是全球植被最丰、水质最洁、空气最纯的地区之一。